为了推展教育向下扎根，吉安乡公所在世界洗手日这一天特别结合了幼儿乡土教育和洗手的相关知识，透过闯关游戏、欢乐带动跳，带领小朋友从中参与，也建立起洗手的健康好习惯。为了推展教育向下扎根，吉安乡公所在世界洗手日这一天特别结合幼儿乡土教育及洗手相关知识，邀请孩子们最喜欢的培培姐姐到现场来带动亲子洗手操，还有多项的精彩内容，更有幼儿园的师长们执行健康学习闯关乐，还有课语趣味闯关初体验，结合有趣教案设计，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养成洗手健康习惯。配合世界洗手日，在疫情过后，我们要杜绝过去疫情的阴霾，更要开启的是健康成长的未来。我们拒绝肠病毒，我们拒绝手手放嘴巴，我们拒绝任何的这个病毒来伤害孩子的成长。所以今天汇聚了13个幼稚园所跟国小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会场，进行了快乐洗手的一个教育活动。活动会场设置10多个摊位，呈现出公私立幼儿园历经2年的乡土教育教案设计成果，并且以 QR Code 方式线上展出，融入幼儿课程向下扎根，汇聚农产、历史文化、艺文脉络、人文特色等，公开提供给未来各界餐桌使用，也成为吉安乡重要的文史典藏。谢徐丽琴，吉安乡报道。